我来继续看。OK 了，不卡了，不卡了。这场比赛的这个胜者啊，将直接去挑战最后的胜者组冠军。古米猴有没有什么优惠的吗？古米猴啊啊，有没有优惠的吗？胜者组冠军啊，没什么优惠啊，没有，没有零比一比零开始呢，没有啊，就那你们胜者组冠军也就这样了呀，不是，都靠这样的实力打出来。别人比如说书本上去，别人都打了两个波五了再跟你打，是有点累的呀。啊，那也是。这没错的呀，这个东西。没有啊，打了两个，就因为打了两个波五，所以状态越战越勇。切。死神很保守啊，没有说去强行去跳。逛了一圈，没有发现小狗，然后过去侦查一圈三矿。对。妈，我卡的一逼，不要慌，不要慌。哦，现在好了。哎，你妈的那个斗鱼的那个，斗鱼的那个太占那个，占那个机器了。不知道用什么。好，来看鼻晕的开局吧。鼻晕的开局还是火车，火车带什么？带女妖还是带什么吗？我感觉这个书本的开局啊，好稳啊，3分30秒准时开三矿，房子速度提了。那这个开局冰晕想要用什么前期用什么战术也没什么机会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书本的 ZVT 现在很菜，菜到你都不敢相信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今天就是他 ZVT 回归的第一战。我靠，这九幺这咳的，哎，快死了！妈的，已经病入膏肓了。我能理解你，你还记得去年有段时间我也是这样吗？就那个 WSG 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解说一场少一场，妈的，大家且看且珍惜吧。啊、好了，女妖到了，这个麻烦了，二本还没好，女妖有隐形，马有隐形。先戳了一半血，也行也行，先戳。这个三矿绝对不能掉的，这个掉了就不用打了。他的马上能变那个了，想强秒基地，眼虫是马上就能变的。他能加血，不重要。先保女皇。哎，哎漂亮。先加血。加了吧。哎，加了呀。哎哎哎哎。太贪了、哎、真的应该先。本来加一口血，我觉得绝对掉不了。现在有点危险的，现在有点危险。我也没掉一个。哎呦漂亮，那这样还赚了。那哎，那他算好的、啊、他就感觉打不掉，然后我能守住，那这样不赚了吧？赚了赚了，主要农民运营上赚了。哎但我告诉你还是很危险，我觉得说不定这待会就被军偷掉了。我是这样的，他现在就用这个基地，这种红血基地勾碧云来打，然后找机会把他吃了。废话，碧云又不是弱智。强川吗？不敢去啊，这个地方。碧云不可能单线作战的呀，他肯定待会儿要搞的话，肯定是双线。但他那么多女皇的情况下，其实很容易把那个，哎，书本这边又走回龙骨图包了。干嘛、哦、他好像一直打龙骨图包的对吧？上次那个是 Dark， 好像 Dark 打的是赤色狗图包。不龙骨图包呢，还是那句话，且看且珍惜，这套战术体系已经落后了，现在没什么人用了。对，因为主要是打雷神打不过对手，打着打着蓄一波雷神你就很麻烦。冰云还是强行把自己三基地开起来，也发现你的四基地了。不是，这场比赛完全看那个
就是看书本的手硬不硬。好了，第一波来了。第一波没什么用的呀，你两船兵第一波有什么用吗？妈纯狗就给你吃了，这波毒爆都不用。有毒爆速度没关系。对啊，甚至连毒爆都不用，纯狗加女皇就可以吃。兵营在等一攻一防，家里面其实兵营运营非常好啊。对，两攻两防估计也不会停，这攻防非常快。不，他肯定会停一停，只有一个人不会停，那就是藤田刚。藤田刚，你妈都被打了3-0。切，没停啊！不愧是兵营啊，最接近于藤田刚的男人。书本飞龙出来了，比喻你兵走不掉了，你这个，你把雷达看，好像看到飞龙了，走不掉了，就直接投出去，哎，还好，还上面有什么？上面好像是火车还是什么？火车，他堵了口，没什么事，不堵口的话，这两船兵还走不掉，书本估计要来滚一波了，书本补农民真的猛，我跟你说。妈的，这个农民补的已经起飞了，我跟你说。他运营好，真的好。运营太夸张了。兵运这坨兵出来不就不是卖的吗？这对书本来说是件好事，因为书本最怕就是我跟你磨到你有雷神了，对我的这个龙，我的这个龙狗就发挥不出来了。兵运这坨兵送了就GG了。千万不能送啊，这坨兵只能在外面晃。书本的军坦道也铺的稍微有点问题啊，正面还没铺下坡。不过他矿开这边的，所以可能也能接受到他自己。现在再慢慢补下去。比你想上军坦啊，这波。哎。这地雷有点少吧，这是一颗地雷有什么用吗？这波上不了军坦的，只能晃外面。没有，他只是为了在中间晃，给自己后方腾出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。好，分个双线，我这些影响都不大。他主要把自己四基地拖起来，然后雷神出来之后再说。他已经在升雷神的房了。你妈，这本来升下来就两房的雷神，现在再来个这个升房的话，就不得了啊！这船兵能不能抓到呢？看到了。好抓，哎，那等点狗吧。你确定吗？他看到了呀，刚才。我觉得没看到吧。他你妈就瞎了。回去了呀。这你妈不会被双线投哦，家里面已经有防守了，无所谓。冰晕现在怎么也学成边缘人了吗？对啊，没错的呀。做边缘人，我感觉虫族就很难受。书本要找机会滚一波冰晕，但冰晕已经在家里面蓄雷神了。现在就是从战术体系上来说，这个书本是劣势的。怎么看书本都落后的，对，关键你军坦也没铺起来。现在我觉得书本要学会赞助商的战术，换加乐。雷神看到雷神了，好了呀，换了呀。先把这个四地先换了。你还敢开四矿是吧？冰云也分了一坨兵上去，这正面这船打不赢呐，就看书本怎么莽了。这个路口不能莽。也一把雷达看到了，书本想包吗？这包不动啊，这波。下面有个地雷，不敢。而且我觉得包了你也不占优势。哎，下面不是有个地雷吗？有下面有个地雷啊！遭中！哎呀，还行，还好，分出去死了8条狗。妈个蛋，他用不用得着那么拼嘛？哎，能点。有速埋，漂亮！有速埋这个。哎呀，我那个一往无前的书本在哪里？已经再也回不到过去了。你妈好想回到过去！现在书本天天回到过去，天天都在换家。试着让故事继续。好了，换家了。妈，书本现在打成换家了，我怎么遭得住？又是一颗雷！哎，漂亮！我靠，这个分的六个有点惊艳。哎，有点屌啊，这个分的。投一船兵上去，雷神在后面卡着，书本想过来包。这个有点烦啊！
想包，雷神包不住，包不住。后面有几个地雷很烦。家里面又被搞了一船，正面。家里面应该守住了，正面就在正面。雷神没血的。雷神往上，就卡这个位置，好贱呐！第二个雷神到了，又来了个雷神，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死了，牛出来拼了，拼一下，老子要速奔，老子他妈的比猛的，老子不要了，飞龙，干嘛嘛？飞龙是什么？我不动，干死你！哎，感觉死了呀，这。过呀，这个他牛在下面还有那么多牛。牛出来，牛出来！哎，这牛早就该过来了。他飞龙不要了，直接去腐化。蓄牛蓄、哎、不急，他怎么还是蓄飞龙啊？他又蓄了八条飞龙。他有牛，现在有牛，我跟你说有。但这个我这个局势，这个局势不应该是蓄腐化吗？不，我告诉你，有牛这个局势就是现在书本优势了。不是他蓄腐化呀？我觉得应该。现在飞龙没用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好了，七房大牛，他不蓄腐化，你说的也没什么错。但是书本的这个属性是飞龙的属性。你让他强行用一个他不太会擅长的兵种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他不是浪费了天赋吗？这个飞龙是败，哎，你相信我？干死你！地雷是吧？这飞龙绝逼是个败笔。上面那团兵空投，家里面牛塔被拆了。牛塔被拆倒不重要，我觉得。反正牛已经够了。对，真的是个败笔。而且他这个回防怎么会 F2 的嘛，他妈的！哎你他不知道一头牛的故事吗？哎，这地雷好了，你没得到了，不是你没腐化，现在你怎么解决这波解放军？看他飞龙有没有什么经验的操作？其实冰晕被冲的有点虚，现在这波冰晕其实很虚的，因为你解放者两个解放者情况下，你根本就架不住，你只能猥琐现在。两个解放者没用。两个解放者一冲就散了，你妈我可是书本，解放者是什么？啊，四个就有点凶，那错了，四个就算了呀。干嘛？我家书本不多，我为什么要冲？六个了，就怎么冲？六个，把六个就算了呀。算了呀。啊，他终于出腐化了，终于冷静了。慢了，我跟你说，腐化真的，他如果第一波是腐化，直接就上了。对。真的是个败笔，这个飞龙七条飞龙，你想想。不过还好，书本现在开得住五矿，上面好像在打嘛，上面什么东西、啊？他偷的那片矿偷的不错，我跟你说，书本最好就偷了一片矿。两头就不够了呀，拆不了家。他本来如果两头牛换一波加一波狗的话，可能还有机会。哎，不过下面先勾着吧，把冰晕勾回去也没什么错。哎，换家？什么？还不够啊，你的兵？这个把这个路口这样架，先把血加了。我觉得他先把牛的血加了。哎呀，割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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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这两波割的好。还缺个缺，我觉得这波有机会冲开了牛狗。我觉得改冲改冲改冲！哎，那是放高！哎，被看到了一把，神奇的一把电！哎，这把电漂亮！第二把，再一把电！不是他这个，他刚才这把雷达撒的有点好。这个雷达撒的真的是有点。我估计他看到黑线了，你信不信？对，我也觉得。他看到黑线了，还有一把电，还有一把电！电漂亮！哇 ，nice 放狗！这个绝对 nice 放狗了。他看到黑线了，绝对是这样的。好了，冰云这波不好打了。他下面也被这个牛牵着，这片矿又很烦。现在冰云要猥琐。现在你这种甩牛，你就想想的。我觉得书本也需要转型了，要转大龙了。如果不转大龙的话，这一波你有一波冲的机会，冲不下来就是。很难打了，哎呀，转个毛，牛狗毒爆，直接冲这个门口，这个不是行星要塞的矿，这两片矿一冲，冰晕就没矿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书本能那么冷静吗？
没啊，他腐化那么多的情况下，就牛狗毒爆呀，冲一波呀！你现在解放者根本站不住的，你出来解放者就是卖，下面还有感染虫，你万一中一个你就死了。这是。现在他唯一的，我觉得他现在唯一的缺点就是牛现在血有点虚。对，最好再带个七八个毒爆，这样的话就更好了。对，逼迫对方走位。碧云现在也在出 Ghost 啊。要出点橄榄虫，是，妈是，那个谁说的 ？No 总 ，No 总，你妈每次都说是橄榄虫，橄榄虫，哎，看到告诉他了，这场比赛他双方打出了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个局面，哎呀，哎，看能不能看到黑线，哎哎、好了，第一男子放走，输的赢了，这鸡巴。好了，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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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干不死你，碧云是吧？冲了，冲了！啊，解放者是吧？冲了，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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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这把来自黄狗屋，这把黄狗简直就是噩梦啊！好了，这个不要去打上面了呀，我换把下面冲了不就好了吗？对吧？我把你下面那边矿冲了就好了，你上面一片矿就踩好了。这个局面，我告诉你，就不可能输了。对，他其实书本现在是冲这下面，然后呢？然后腐化打一个双线，把上面那个一喷就结束了。他只要打得不墨迹，就不可能输。对，矿也没掉。这把 nice 方狗太漂亮了，绕的也好。比喻没钱了，没钱了，开不出矿了。现在你开哪片矿，我冲哪片矿。书本现在矿越来越多了。像碧云现在只能猥琐啊，但他们又没存款，猥琐都不好猥琐，换都换不起，换不起了，除非是书本去冲一个行星要塞被他 ghost 的聚光、啊、书本好像很冷静吧，还在虚浮、啊、六个那个 ghost 好像也聚不光牛吧，这牛有点多啊、哦、他牛是虚血的呀，都是虚血的呀，你看到没有，我说冲行星要塞六个Ghost 有机会去管，问题他为什么要冲喜星要塞呢？喜星要塞那边矿也已经是残矿了呀。我说他智力现在突然下降了嘛，去冲喜星要塞。不在于把男子放过来，我不告诉不可能。从他现在这个用感染虫的感觉来看，是不可能智力突然被爆的。哎，只要一把男子放过，这场比赛就结束了。Nice 方狗配合牛狗，这个是无敌的，定住，任凭你有千军万马，你都得死。我告诉你，碧云这他虚的一逼，我操！你狙好了，这无所谓的，你是用随便搞。哎，他这个 Ghost 的位置很不错啊。对他缩在这个位置，就想等你冲高台，然后 Ghost 直接狙。书本也不傻，我为什么要冲高台嘛？我等你下来，你下来啊！换呢？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打嘛？对啊，直接换一波狗，直接穿你矿，你也没办法的。碧云爆发力还是真的很强的。他这波两百人口是把所有的这个基地的矿额都砸了。哎呦！哎呦 ！biu biu biu！ 这波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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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有点痛的。哎，没事，你看书本这个钱。对，书本钱已经爆炸了。我钱压死你就好了，这种部队我告诉你，你纯狗主爆你都能包下来，因为没有那个没有运输机，就两个运输机怎么打吗？他腐化数量那么多的情况下，真的随便换一个。哎呦，这引的，好了，没补给了，没补给了，感染虫来了，感染虫来了 ，nice 方狗。哎呦 ，nice 方狗。家里面空投牛已经守住了，没用。但碧云这个爆发力真的很强啊，后面又接了一坨哎。啊，没用没用，不好说哎，我跟你说，不可能的，你相信我。书本现在等那波牛，我跟你说，就等那波牛出来。你没补给，你这波能够把虫族捅穿，我不信的。有点难，有点难，关键没补给，这个是现在最大的问题。你说你这波如果多个四个运输机，那我觉得还有机会。但碧云这一波接的还是很凶啊，接的很凶，接的真的有爆发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书本其实被接的有点虚，我跟你说，
那这波我觉得换了 I 可能就被接死了，是不是？哎呦哎呦，操作很漂亮。哎，不会吧？三个运输界，他后面有，他补给来了。哎，补那个是吧？这难道哎，两头牛还有什么？还有两头牛。哎，虫啊，这个时候有两头牛。打呀你！虚了，虚了，虚了！我跟你说，这波虚了。哎，这波只能说把这个书本的这个钱存款花的差不多。打虚了，这波有机会翻的，我跟你说。我依然不认可能翻。碧云就一片矿在这，书本有两片，书本要找机会去各种去搞这个碧云的矿。上面这片矿不可能再让你开了，你再开还打个宝。哎呀哎呀，这颗雷现在书本就打双线绕狗，书本主要下面这片矿一直没掉。好了，通了，不要你开了，不要你开了。哎哎哎哎哎，也哎呦，还行。他不可能要你开这边矿的。碧云这个摸了两用，他这个操作真好。书本刚才没有第一时间点解放者，但书本这个停不下来了，这个矿就不停的冲。你又不是行星要塞。好了，下面的矿已经搞定了。上面对啊，打个双线，你上面的矿已经没了。就狗毒豹一直冲了呀，不要出牛了呀，出个毛牛。天上有腐化，你对你这他只要把妹子打光就赢了。对，哎，不能拖啊，不能墨迹啊！我说，这一定要一鼓作气啊！这波，对你墨迹的话，这个很可能就被一波搬回来了。不可能，可能我们是因为上帝视角嘛，然后可能对他不知道上面有多少兵，他也不敢送。现在他可能有错误的判断。现在碧云这个光头起来了，你要冲开。毒爆好像有点不够，他在看有多少兵，我感觉要冲了。关键不是说再一波，再没他没气了，但肯定冲了。冰云的操作太好了，你看，妈的操作好是吧？操作好是吧？操作好是吧？真的好，哎呦，真的好，真的好。哎，你妈的就要翻啊！这样打下去，这波光头起来了，书本没气了。我跟你说，冰云这坨兵你没办法解决。没气了，你光有钱有毛用啊？这能翻？再拆你两片矿你就死了，你没牛了。谁跟你说过有钱？他有什么钱？什么？他也没钱好吗？我说碧云没气，哦，这个书本没气了，没，他也书本也没钱，哎，没钱了，钱你有他有两片满彩的矿，我说很快就起来了，主要是没气。现在这头光头你打不动。地雷，我告诉你，地雷很猛，地雷这个时候。现在碧云也不知道有多少兵，现在他也有点虚。好，这两三个地雷了，我觉得这波包有点包不下来。他想包，不，再变点毒爆，多一个毒爆都是好的。这个时候，哎，在这波狗绕的漂亮，嗯，这波太漂亮了，这波狗，这样的话碧云被牵回去了。哎，这时候我告诉你，也不要哎呀，画不刀，腐化不刀。哎哎哎，可以补，可以补。哎，他为什么不降下来？刚才，哎呀，降下来可能就补不掉了。还有一点虚，你妈的，这个时候，哎呀，妹子被偷。妹子被偷了一个，这妹子偷不起啊！上面空投，两个人这盘打得好紧。啊，狗的机动性也有。对于书本来说，这波腐化如果死了，他也输了。对，他现在主要是在狗跟你交战的时候，他可以把你妹子打掉。对，书本现在要利用机动性。下面这边矿不要了，下面这边矿不要了。哎，无所谓，这个无所谓的。他不可能。现在书本要利用机动性，然后各种的去。绕路换对方的这个这个最后那片资源点。书本现在还是这个问题，他这个气没踩，你看到没有？够了，我够了。啊，现在他只要把毒这一波，我告诉你，这一波，碧云如果上军坦，他绝逼打不过。对，但是有三颗雷啊，看能不能创造奇迹了。干嘛老是书本？我是大书本，雷又怎么样？哎，爬一下漂亮。哎哎，这不好说了，哎，这不好说了，腐化呢？地雷会害自己吗？哦，赢了，赢掉了！哎，漂亮，全部赢掉，打赢了！哦，这一波狗打赢了。好了，现在强行去咬下面基地了。赢了，没补给了，没补给了，这个是真没补给了，冰云也没气了，打得很不容易了，已经没钱没气了。现在你纯机枪打不过狗了。你妈的，第一盘就打出血，打出血，真打出血了，这个。
好了，一把雷达看你还在开矿，GG了。GG了，GG。GG了，GG了，没办法了。这牌飞也不飞了，真的是打到今天第七回去。GG，GG。这把打得真精彩啊。妈，为什么能那么强这两个人？不，我倒蛮佩服，我真的这把我蛮佩服碧云的，就是这把我蛮佩服碧云的，对，这种局势他居然能翻回来，不太能耗了。在我们看来都已经是个死局的情况，他居然能够搬成这样，对，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建筑机这的确是有实力啊，真的是有实力。你很少看到，就你不是韩 T 或者说不是 T 音霸的几个人，根本就不可能那个这样能够磨回来。对，够，够呀。哎呀，书本这个就算赢了碧云上去。他就是孤迷火的信奴。妈的，你刚才说赢了谁啊？赢了 Dark 上去，然后决赛 TVT， 现在碧云已经输一盘了。输一盘，我跟你说也没用，书本的 ZVT 不行。嗯，不过我觉得我不说什么奶不奶的事情，我就说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，我觉得书本如果说赢了碧云嘛。你的碧云如果上去打孤明后，应该会输给孤明后，因为从双方选手的体力来说的话，这个的确差距挺大的。还有一个体系，书本的体系真的很落后。哦，书本体系，他就龙头夺宝的体系、这个。我告诉你，书本的体系打碧云、打 Indomation 这种都很难打，但是打孤明后，我反而觉得好打。你他妈看过比赛没有？书本打赢过孤明后吗？我告诉你，书本就是因为打了那么多比赛，跟顾明后打都输了，所以他才会有所改变。你他妈，你这都能圆回来了，老子你妈的！冰云他妈什么情况？农民都乱拖了。哎，你这种圆回来，我怎么跟你解说嘛？很正常，这个很正常。第一盘，我摸来你说，冰云打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但是这个体力消耗有点大。书本这盘选择的是一个提速，我看啊，他求稳。哎、我发现高手之间啊，真的，你说你星际二，很多人都说是一波争霸，其实，在高手对决中，我觉得你很难看到一波能够把对方打死啊。对。哎，真的，这点我相信，这个很正常的，我们在座的这个观众也肯定认同这件事情。就这样才好看嘛。对。就双方实力差不多，大家有来有回，你来我往的，真的很难。书本绕两条狗，碧云也是绕个死神出去找，很了解嘛？哎，很了解嘛？这个感觉，抓到了呀！我不是绕狗就那么几条路线，你怎么办嘛？该跑什么嘛？拖下时间呗。他要去看看有没有蟑螂。以后这种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两条狗 H 住，让他打。哼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吗？首先你操作，你肯定也是死，对不对？啊、嗯。当你 H 住的时候。别人就会慌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 H 组？你是不是在干嘛？”他就会进入一个思考期，你知道吗？操你妈！那你干嘛不你妈的自己 A 自己算呢？我看不烦。自己 A 自己又不一样，自己 A 自己的话，那这他妈的这个死神这方就觉得你妈你是弱智。打成接班人了，接班人，哎呀，这就歪了吧？歪了吗？
歪了歪了，我怎么觉得歪了一个呀、啊？这个基地歪，好像有点歪了，感觉这个豹狗也没赚到什么便宜啊。他本来想去压一下，哎呀，好阴，看到这根线不去，直接可以分一条狗去。我冰这样搞一搞也很伤啊。对，他一直没采矿嘛，也不舒服啊。这个，你这六个枪兵一个运输机未必打得过这波狗。书本站你要投出来，他现在也反正就等着你、哎、我就等着你投出来，你投出来我就钻进去。避孕这个操作，死神有点烦，啊！解决，解决，解决！什么还能跳？妈个腿！那也得死，必须戳死你！防应该防的都家里面，他放毒爆虫罩还防了你个火之侠一波的。对，而且有个防空。哎呦！好，看到女妖了，这个是好事。那这样的话，可以把女皇集中起来了，家里面。三矿放一个这个防空，我觉得三矿和二矿这个连接处应该放一个。哎呀，无所谓，他二本那么快，你妈放个毛。好，哎哎哎哎，操作，哎，可以可以，哎呦，这两个人，哎呀，很伤，因为女妖在下面打很烦。哎，不会吧，这。哎，先点运输机，可以。好，这两波血加的漂亮。农民围一下，但还是损伤很大呀。这地雷能不能炸第二次啊？强行点地雷。哎，防空要爬过来。那个呢？防空要爬过来。火车再从旁边打一波，就麻烦了。这个书本，农民补的太多了，真的。我解一波。哎呦。好了，知道你火车来了也是好事情。还家里面终于解决了，但还有女妖啊。不，他二本已经好了，其实问题不大。先包火车吗？但这波火车怎么解决？火车侠这一波火车侠，啊，赌包摁了，但是来不及，有点强秒击的话，可能直接可以秒掉。肯定强秒火车。哎呀，他直接先把赌包给你摸了。对，这是对的呀。那只能用小狗强行扛了，就扛不住了。能用小狗的肉身，这死了呀！哎，这个被打乱了节奏。他还要接，其实农民没怎么死啊。对，就看他真的农民真没怎么死、哎。他如果这个守住的话，哎、他守住不亏的呀。他女王死有点多。那没办法，只要守住，我觉得农民没死还可以打的呀。他在耗，慢慢耗，小狗继续耗，哎，耗回来嘞！可以！我靠，真棒！完了，不愧是书本，关键他现在就女皇、哎，他女皇死了之后，他那个有点问题。女皇死完之后，他的那个军坛有点问题，他直接转炽热狗毒爆了。关键这波没死农民，你敢信？对他农民没死，这个是最关键的。我说农民死了，这场比赛就不用打了。农民没死，完全可以打，因为对方三基地还没开。他现在唯一的劣势就是军坦，他一定要把军坦现在快速的扑出去。啊，这两船兵是这个兵最后一拳了。这一拳如果说能够完美守住的话，那书本就优势了。优势不至于吧？他三基地就开了。你要不三基地开的慢呐、啊？哎，优势不至于，优势军坦太慢了。有那么多的狗毒爆，这个有那么多狗其实就够了，你两船兵打不到防守压力不大，有一防而且对打不到东西。好，可以撕开了，可以撕开了，这两船兵看到直接可以撕开了，拖一个农民直接先把四基地开了。哎呀，这波有点冲动，被耗了波狗。
就按书本包了。这个局面只要包抄做得好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但还是很厉害，军坛不行啊。军坛不行怎么打嘛？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军营不给他机会了呀。哎呦，这要点一个。后面这坨兵压过来，你这只有两个毒包绝对不够，至少要有个十个毒包。这数量也不是很多，不够。对。你攻防并没有什么优势，这波就看碧云怂不怂了。不急不急不急，哎，这这这，刚刚说不急的，今天引不到。哎呀，啊、哎呦，后面三个毒包，刺手很凶，刺、哎、手有点凶，刺有点凶。你光靠机枪打不过。点一出去，点一出去一个。哎，有点猛啊，刺蛇。他不该去甩的，这个刺蛇点起来还是很痛的。哎，这个刺蛇，我想起了我昨天打星期一的时候那个刺蛇，完全就是两个兵种。但现在书本还是这个问题，他军坦虽然现在慢慢在补，还不够。毕竟现在抽两船兵，抽两个那个解放者出去架三线的。但正面打不过，军营这边是绝对打不过的。现在我感觉这个好像三线架不到太多东西啊。嗯，哦，他这样架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这样架还可以。不是，只要有防空，对不对？正面你正面打不过呀，正面。家里面他是有防空的，没事没事，家里面可以。军营也是没，也是 CF 的过去。也没杀到什么东西，就杀了五个农民吧。也没杀到什么东西。啊，书本把农民补起来了，打回来了呀。对，这真的打回来了呀，打得比较好。但这个九死一生啊，四川兵，他这边投，大规模转移，让我想起了以前打那个什么。什么真三的时候，还是真三还是什么？就那个 RPG。好、哦，这边过来，这个基地掉了，基地掉了，强摸基地掉了就掉了，掉了就掉了，反正都歪了。他上面因为有一个基地，你还敢上去、啊？过了啊，兄弟，反正基地刚好是歪的，对吧？重新造一个。哎呦，多线多线，没打到东西，哎，现在再摸一个基地，这个基地摸掉其实就有优势了。这个摸掉就有优势了，然后书本这几波，书本这几波都在各种的这种 F2 的防守，分兵有问题。我跟你说，书本，这时候他要编两队才能防。下一波兵推过来，应该从上面那个岩石打开那个地方推过来。我觉得书本还是输，不好说。我告诉你，就一波，除非完美包夹呀。这图不好包的，我跟你说，这图刺蛇虽然很，刺蛇虽然够了，展不开。我跟你说，这张图你看着，冰只要打这个，打上面这个岩石这个地方，你就算三，他肯定会到这边，对啊，这边来的呀，就这个位置，你就算是四面八方一起包过去，四个位置夹，你刺蛇是展不开的这个地方。我包过太多次了，在这个位置，我太了解了。哼，那我告诉你，今天书本就告诉你。哎呀，你妈的书，你不要说书本，他叫书本，你不要说书本，今天，你们随便你换哪个，你换脑虫肉哥过来都包不动这个位置。什么正面莽？你妈不包了？你妈骗人吧你！你妈下面三个坦克，你怎么莽吗？效果挺好的呀，我觉得。他就直接强行在这个位置刚了啦。对啊，挺好的呀。五个坦克、哎、又来两个，你刚吧？哎，这有点烦。你刚吧这个位置？我干不了，这个干不到，这还干？那我就不信了，你这都还能干？那我们也是打过星际的好吗？为什么他后面还能接那么多兵嘛？死了呀！接到这个位置还打毛啊？兵营三块没了，三块二十三个农民被偷了，就看书本这最后这波能不能刚穿啊？哎，我觉得真的有可能挡下来啊！能不能刚穿？能不能刚穿？能不能刚穿？兵营再甩。拉开，直接拉开，阵型漂亮。但是毒爆滚到坦克了，哎呀！强行硬顶，强行顶，后面还有三个坦克。去！完了，哎呀，后面三个坦克还挡不了三个坦克。
狗逼三个坦克架的位置。他后面如果那波狗过去就好了。S 了 ，S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如果不是在这种地形的话，我觉得就挡不住了。是的呀，我跟你说了，我这个图我打过太多片牌了，在这个位置，被架的妈妈都不认识的。死了呀，一比一。死了，GG。这三个坦克架的位置简直就是经典啊！跟你说了的呀，我这个图在这个位置很难打，你让别人架好了。这两个人感觉有来有回啊。嗯。把书本跟冰打过之后，就算书本赢了，怎么去打那个？打过明火呢？对啊，这是没体力了呀。那这就是败者组的劣势呀，那怎么办嘛？谁叫你打败者组嘛？哇，紫金卫又要被耗死。够了。够呀。哎，第二名是多少钱啊？第二名啊？第二名多少美金？2000美金啊？第二名好像，一会儿我去看一看啊。哼，妈个蛋的，自己做的赛事，奖金多少不知道，还要去 TL 看一看。哎呀，你突然问我是不知道的呀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尊点位啊，地图上方的这个蓝色的虫族选手就是书本。而地图下方剑龙方向的就是红色的人族选手碧云。去看一眼。4000、2000、1000、1000。可以啊。4000、2000、1000、1000，然后500。5至6名都是500。哎，直接火葬了一波还是什么？还是这个打法？5678都是500，火蟑螂一波不少了呀！我怎么感觉毒爆一波啊？狗毒爆一波。我们今年反正三届10000美金的我们说出去了，那跟他们说过了，那就做完。明年反正我们妈的5000美金一个月搞一年，对，拼一枪。美金，我们说的是美金，不是人民币啊，美金。第一名是4000美金，妈的，每个月都有这种比赛，我靠！对，而且不扣税的，不扣税的。对对对。直接狗毒爆一波，这个什么的，他是赌碧云裸双吧？对对对，他赌到了呀，他赌到了，这个赌的有点准。不是不是，是我们那个本来是想去那个买 GSO 的嘛，然后 GSO 那边不是不卖嘛，那不卖，那这个预算我们已经弄出来了嘛。什么叫偷税老男孩？你们这话说的，妈，税是我们自己交的呀，我们帮他把税交了呀。妈的，不要说了，把税扣了。那扣了，妈个蛋，妈扣了，妈帮他们交税还说我们你妈偷税，我靠，把他税扣了。我们自己交的呀，是啊，我们可是纳税好青年，好不好？这一波碧云走的有点远呢、啊，这个毒爆一波。这一波碧云直接遭中了、啊，这完全不用打了，我觉得提速狗进去就死了，根本就不用毒爆。嗯，你连毒口都没用，贪污老男孩，我他妈到哪里贪污吗？他们其实知道中国的税收的，中国税收20%嘛，他们知道的。对。哎，万一我们这次把他们税交了，然后他们以后打我们比赛都要我们交税怎么办？那我们想交就交，不交就不交啊，要不要嘛？烦死。
死了死了，这个没机会了。你这样想就好了呀。这死了，这还得两个毒爆，你围都围不了。这个就直接毒裸双堵到了。对，绝杀啊，绝杀！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不用打了。碧云这都不想放弃啊。他太偷了，三 G 都好了，这那么偷。不过书本也堵得好。哎，干嘛？没什么挨的呀。你这种你还想守住呢？后面狗源源不断来的，好不好？这波农民死了就死了。你这个没办法的。对，他其实想看有没有机会守。好，2-1。那这样的话其实对碧云来说压力就大了。对，OK， 够了。够呀。他们说为什么叫意外所得税？那我也不知道呀。那你也可以把它做成劳务费的呀。劳，哎，他退了干嘛？为什么？哎，什么情况？你建错地图了吗？没有呀。那你再拉他呀。真的。劳务费也是20%的呀。不是啊，这个规矩。我告诉你们，从我开始打比赛拿到第一笔奖金的时候就有这个规矩了。是的呀，就是以前都交税的呀，都是20%的税的。就要知道的呀，以前中国所有比赛都20%。然后后来其实后来是这样的，后来在那个他说等一下，后来在那个他不是可以了。后来不是出了个什么规定嘛？说什么你出去得了体育的什么国际赛事的名次，国际赛事的名次回中国就不用交税嘛？没错，但他妈的美国要交税的呀！不，难道说美国交一波税，然后这钱打到中国还再交一波税？不，你可以那个的，你可以做抵扣的，你可以做抵扣的。这个还是妈的，我以为你妈的你要叫两笔税，我靠！这个故事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了，好像据说那个谁啊，那个 Wins 不是有一年不是拿了那个 TI 的冠军嘛？啊，不是各种报道他们不是拿了千万美金嘛？对啊，他妈回去你妈地方是地税局就去找他们的，兄弟查一下税，不是。查一下税可以查，你查嘛？但是问题是我奖金还没到呢，你急什么呢？不是急不行，就先查一下嘛，没什么错的啦，那么有钱啊，查一下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啊，书本又是一个极速开局啊。对，毕竟这边肯定稳，他不会再乱，再这种比较偷的开局。他们美国那边交是交40%-40%几，反正交40%几。我在想，你妈美国如果交40%几，中国跑过来再交20%，你妈吐血！你妈个蛋！还搞毛啊，对吧？那就不用打了，不用玩了，这个没有什么不用玩的呀，你要不要嘛？1000万美金，然后最后打完了给你400万美金，你也拿着的呀，你也打的呀，不要了这。不要搞到没办法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不要搞得好像你妈交了税，你就不打这个比赛了。妈的，你们如果要打的呀，你们如果要咨询美国交税的问题，你们可以去找浦东 F 九幺，他你妈的懂得一逼，我操！美国那个40%多，这个我是知道的，因为我上次问过那个狗哥的，狗哥跟我说的。哎呀，你们真以为你妈 V 社是弱智吗 ？V 社帮就。
威慑以前说过帮什么 TI 不是税后、哎、我再跟你们说一次，你们不要再吹了， TI 绝对不是税后，因为 TI 就第一年$100,000是第一年是税后、那个、税后面绝对不是税后，后面就不是税后了，因为那个牛逼的那个拿 TI 的冠军那个狗哥你知道吗，三生三世，我在那个 China Joy 门口碰到他，然后我碰到他，我在门口碰到他，我说在星巴克那个 China Joy 星巴克门口碰到他，然后我说哎，我说狗哥你妈的 TI 冠军发达了嘛，发财了嘛，然后他发个毛你妈的，他说钱还没到你妈先扣了一半，烦的一批，我说哎，不是 TI 说帮你们交税的，交个毛你妈的，还不是我们自己交，交了40%多的税，你妈别人选手自己说的，他忽悠我干嘛嘛，你们这都道听途说，然后这妈听选手亲口说的，你相信我呀这件事情。我们说实话现在 TI 这个奖金妈的，如果说威慑交你妈威慑血都交出来了好吗，他的屁股都交烂了好吗，对呀、啊，好了，看比赛，看比赛，不跟你们扯了。他怕我借钱。的开局，妈的、啊！他们说狗哥这么说是怕我借钱，妈的，也有可能。不，也有可能，不至于。我跟他首先第一不是很熟，第二他 TI 冠军也没多少钱，我妈我去找他借也没什么意思，妈的要借就借个大的，对不对？分到他手里就600多万，妈的我去给他借，妈我先借他500万他借不了，妈的说的跟真的一样。不，他如果借给你我觉得他脑子就有点不正。是的呀，我跟他又不熟你妈的。然后不好了，我不是看不起他，我来了，我问他借50,000块钱他都不会借给我，因为我跟他的交情连50,000块钱都没有好不好。来了呀，死了呀，这不看书本怎么挡了，冰云这个有点狠啊，我也不信他能挡住啊，关键后面还有枪兵，他主要没毒吧，毒潮，哎呀，他在后面想包包不动，这操作太好了，不过书本的女皇拉的也非常漂亮，哎有四个女王，哎哎这哎不是吧，这你妈他都守得住，老子不信，我也不信呐，八个农民了已经，加血有没有？一口血？有没有一口血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哎，感觉守住了！你妈那么凶啊他！哎哎哎！完爆，加口血！哎，这你妈呀！啊，八个农民啊，也不多啊。哎，他怎么守住的呀？哎，这波在我的这个，我反正我来打肯定就已经死了。在我的世界里肯定守不住这波。这一波需要极其强的一个微操，就他的那个女皇拉得非常漂亮，放风筝一样的这波。但冰云还是赚了这波，还是赚了。再压一波，这波就凶了这波。不过他女皇那个眼虫都来了，守住应该问题不大。的毒霸已经好了，对，问题不大，守肯定守得住了。算了呀，这个继续切，漂亮切的这个位置。但说实话，他这个放风筝能力真的强，关键他这个狗，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去咬的这个火车侠，他就咬得过，对吧？家里面女妖还在切。哎，碧云这个找位置找的有点像吕布啊。哎呦一下，但还是要死这个，这没用了，这个已经废了，已经是一个废的女妖了。下面的火车侠还在继续换，碧云家里面运营的多呢，还可以吧？运营的非常好，我告诉你，还可以吧？他三兵补的很快，主要攻防在提这个。我觉得书本还是亏，现在还是亏。妈的，刚才没死，我觉得都已经是个奇迹了，好吗？这种火车侠一波，在没有毒爆虫、没有什么的情况下，他就光没有几条狗，就四个女皇放风筝能够放下来，真的很猛。家里面这个女妖真的已经是个废女妖了。
还占着人口，去死了吧。两船兵来了，这个两船兵有点猛，我告诉你。这个两船兵有点猛。你还想走？哎，悄悄跑了，我靠。哎，你还要摸，你过分呐，你回去了呀。你是不是就是自己贱嘛？这两船兵要怎么挡？看到了呀，他把女皇拖出来呀，现在。女王拖出来，气球再造啊！马上攻防就有差距了，但还好的是，冰冰没有这个，没有盾牌。对啊，他先把这个血先加一口，哎呦，再加一口，再加一口，拖一下时间。狗呢？狗呢？狗呢？狗到了，女皇下来了，拖的时间非常好。来不及啊！再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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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刺蛇挤下来，挤下来，刺蛇。哎！农民被摸光了，农民被摸光了，就出事了。这直接枪兵全部换掉吧，哎呦，全部换掉，了呀，还在杀。这一波就慢了大概五秒钟，如果这一波守住，我觉得书本就可以打。对，二比二。哎，这妈的，书本连续占两个波普都打满全场啊！有实力啊，怎么办？哎，我觉得就算碧云赢了，他上去打公屏后也不是好事，体力也耗了一大半。啊、这就是胜者组优势啊，这优势挺大的，好吗？来，够，够呀。那我要等他们确认不啦？确认了我才能够，好不好？波五的比赛，波五，然后决赛是波七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决胜局的比赛啊，这已经打到二比二了。蹲在地图下方蓝色的虫族选手就是书本树，地图上方的两种方向就是红色的人族选手碧云。这个比赛谁赢谁就将去挑战孤密后，争夺最后的决赛。对，争夺4000美金，马克赛4000美金，我们付得出那么多钱吗？付得出啊。不是都想好了要出了吗？是的呀，你不要想那么多。但是真的付出去我觉得还是有点贵的呀。我们已经在你的工资里面扣出了。可以扣扣扣，我有4000美金就好了，随便扣了呀。已经给你扣光了，这几个月都给你扣了。哎、你把那个YouTube 的那个钱转给他们好了。YouTube 上面的钱对吧？啊，下次就先转给他们，反正。妈的，转出去很麻烦的。我直接给雷锋好了，让雷锋去付好了。那可以，我直接给他10000美金嘛，让他自己。那妈的，那我想问一下，那雷锋不就成为他们爸爸了吗？对呀、啊，雷锋现在就要这个感觉啊。雷锋上次被韩国人欺负了，现在说所有比赛都由他来发展。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这个有点拼呐、啊，书本。这个蟑螂一波怎么说呢，我承认这个地方的确是非常好，就你根本就想不到、还是这个还是枪兵啊，那我觉得这个蟑螂一波有点凶啊。关键你不知道这个是个问题，比如你又不会去探这个路的。我不信他能探到那个点。 这个点你妈的，我觉得概率，我不信，概率太小了。这什么情况啊？哎，不会吧。哎哎，看不到呀！哎，看到点，看到一点点、一点点，他没注意，他绝对没注意、他的视野里面其实有一点点。哎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他没注意，我跟你说，这一点点真的不一定得了。他还在搜，他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对嘛？他在找两条狗，找房子，他在。
好了好了，冰冰 say goodbye 了。他你妈都看到了一点了，他会不会有反应吗？这点军团，我觉得很难。我不信，这个很难，我不信这个这个很难，太难了这个。看他出什么，出火车，他绝对不知道。好了呀，这你妈走过去逼晕，他还出去摸这个房子，哈哈，你出来摸这个房子是吧？你还敢出来摸这个房子？都得死，我告诉你，都得死！哎哎，看到了吧？哎哎，哦，他现在变火仗了，那你变你变你变，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，回去了，啊，已经晚了呀，为时已晚呐。好了，直接开始。他都说只能说武士已到，他直接出坦克，你出女妖可能都还好一点啊，不不，真的出女妖可说不定好一点，你不觉得吗？啊，大家看，可能你觉得下面有女皇。有点凌乱，现在有点凌乱。你妈，他现在只打你双倍，打完双倍打房子，你怎么办？你房子马上就卡人口了。哎，这个走位不对，这个走位不对。哎，有加血，他故意的好吗？这狗可以可以可以，狗逼真的是狗逼。你妈，你怀疑书本呐？小钢炮也有点猛。强行秒秒一个火蟑螂，但这个哎，这农民全倒，农民全倒，他直接要秒坦克了，秒坦克了，坦克卡住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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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妈的书本最后用这种战术解决碧云，他碧云有点惨呐、不愧是决赛前无敌的男人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又是一个亚军，我虽然打不过你，但是我能打进决赛。书本这盘质地还有点高了，有点高有点高，刚才他那个勾过来加了一口血，太他妈赢了，也怪冰自己啊，也怪冰自己，对